同学好，我们来看到这个题目，利用二项式定理试求下列各式。那我们有一二三三题。那第一题呢，是从 C7 取一，一直取到 C7 取七，然后每个相加起来等于多少？第二题是奇数的部分 ，C7 取一加 C7 取三加 C7 取五加上 C7 取七。第三题的部分是 C7 取零。加上 C7 取 2, 加上 C7 取 4, 加上 C7 取 6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题的部分，二项式定理，我们先假设 X 加 Y 括号的7次，那我们把这一个用二项式定理把它展开，等于 C7 取0的 X7 次方加上 C7 取1的 X6 次乘上 Y, 加上 C7 取2的 X5 次 Y 平方。加上 C7 取 3, X4 次 Y3 次，一直加到最后面 C7 取6的 XY6 次加上 C7 取7的 Y7 次方。接着我们令 X 等于 Y 等于 1,、哦、通通都带 1, 把它带到这个的展开式，我们可以得到1加1括号的7次方等于 C7 取 0, 这边都是 1,、哦、我们把这个 X 跟 Y 都带 1, 所以后面X 跟 Y 就不见了，就等于是 1, 剩下前面系数的部分等于 C7 取0加上一直加，加到后面 C7 取6加 C7 取 7, 再把它化简可以得到2的7次方等于 128,、哦、所以全部加起来等于 128, 那这个是第一式。接着我们令 X 等于 1, Y 等于负 1, 把它带入带入这个展开式呢，可以得到一减一括号的七次方，那里面呢，哦，一样剩下前面的系数，但是后面有可能会有变号的一个状况，所以把它带进来可以等于 C 的七取零减掉 C 七取一加上 C 七取二减掉，一直减减减加加加，哦，把它展开。加上后面的 C7 取6减掉 C7 取 7, 一正一负一正一负一直间隔到后面。写完之后等于 0,、哦、因为1减1的7次方等于 0, 那这个是第二式。接着我们第一式跟第二式做相加减。第一题所求就是全部呢 128, 但是我们要扣除 C 的7取 0, 那就是第一题要我们计算的，从 C7 取 1, 一直加到 C7 取 7, 所以扣除这个多的 C7 取 0, 那这个代表 1, 所以等于128扣掉 1 等于 127, 第一题的答案是 127, 第二题的答案就是1减掉 2, 啊、哦、1减掉 2,那正的就会抵掉了，抵掉了。那负的呢，会变成是负负得正，变两个相加，所以会变成两个 C7 取1加上两个 C7 取3加上两个 C7 取5加上两个 C7 取7，所以我们再除以2，128减0除以2等于64，那第二题答案就是64。那第三题的部分就是两个相加、哦、那这一正一负就会互相的、哦、抵掉了，所以会变成两个 C7 取0加上两个 C7 取2加上两个 C7 取4加上两个 C7 取6，两个相加、哦、一样我们把它除以2，也是等于64，这样三题就解出来了。